你对我失望了吧？我没有对你失望。激动的突袭，懵懂的甜蜜，曾经都是我们的共享秘密。难得那么早回家，生命的早点休息吧。因你泛起涟漪，曾为你想把一切舍弃，可我该叹息，还是很天意，命运的场地长出的缝隙，将我们的天地冲向破碎之力，我该怎样修建我的回忆，要把对你的爱连同那些有过的开怀统统掩盖，关起对你的依赖，不管有多么悲哀，小猫，不管是否你走开，走开，周冰凌，走开！我要杀了你，周冰凌！我杀了你，我杀了你，我杀了你！周冰凌，我要杀了你，我要杀了你！你醒醒，周冰凌，周冰凌，妈，你醒醒，醒醒，妈，周冰凌。你看清楚，周冰凌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妈，你看清楚，我是小萌，不是周叔叔，你也不是杀人凶手，你不是。哎呀，你刚刚看到了，我妈她只是在做梦，这不是真的。妈，你快告诉她，你快告诉她，这不是真的。妈，你滚！不能让我妈妈一个人在这儿，我不要走。你放心，我会找人照顾她的，我不会对她怎么样的。就算她是杀人凶手，也用法律来制裁她。走。必须要说的是，我妈妈刚才说的那些话都不是真的，她现在脑子很不清醒。阿姨，我求你了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肖医生已经解释过了，他现在大脑中全是些记忆的碎片，所以他刚才说的就是他脑中的内容。那只是个噩梦，那不是记忆。够了，别说了。明哥，怎么样了？吃了镇定药已经睡着了，花姐在他身边守着。小光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明天带小萌去医院。好的。